现在板已经到了剪切的位置，然后齐头。你看这儿吧，来，看这儿吧，来。现在第一步，现在开始，油泵启动。油泵启动。油泵启动，按切刀降。按切刀降。然后齐头把切刀升起来，然后这里，你过去把那个板拿走了，拿走去。然后现在开始设计设置数据。三米的，设置3000。看这个还不对，订单设置。把这个掐了吧，这都。